我下班喜欢滑算算。不用下班，那就下班。没有，我打喜欢算，你妈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慢慢来，没关系。没事，你过来。学习成绩没有，你如果只是算平均不用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段考的总成绩，因为他要排序。所以没有了，我们是有这样算，不过我觉得你不用了。好，那个只是大题上的。